自我介绍。那我这个我最后这个提案呢叫做社群六十秒。那社群六十秒这个提案是从秋松团就是工作每周的工作会议的进行状况开始分享的。就是秋松团有两位职工和七位职工，那两位职工七位职工，那接对不起我已经那个，所以我们每周都会进行至少一次的工作会议。那在工作会议开始之前，我们会有一个一分钟分享的时间。那一分钟的分享就是请所有的参与就是开会的人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说你在从上次开会到这次开会之间你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想，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非常的有趣，然后不可以讲工作的事，不可以讲救松团工作的事，所以一定要是工作以外的事，然后让大家能够情感上有更好的交流。那因为线上松的关系，所以我知道大家都非常想念彼此，那也没有办法就是面对面见面聊天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利用 Rony 开发的自我介绍这个系统，我们把时间延长，然后就可以在让大家录六十秒的分享，那大家可以在线上可以听。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利用这些素材，我们接下来可以制作一个简短的 podcast， 然后让大家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这样子。所以今天这个坑呢不会有会议室，但是就是请TeamBank 现在要帮我们示范一下怎么去录这个60秒哦。就第一个你就是要进到线上揪松这个会议室里面，然后呢会室里面会有又在家黑客松跟下面这一个是临时政府第39次又在家黑客松社群60秒。那点进去之后来就会进入这个页面，然后还是要先请大家登入，然后登入之后呢就可以按我录音。那目前已经有三位参与者，就是以杰、哲伟、光杰录了他们的60秒。那我希望我今天碰到的人在这边主控室里面有碰到的人，所有人都要来录这60秒。我等一下会实体的逼迫大家这样子。好，那